我们先看卷走出主卧，看客浴，客浴也类同主卧，出柜，这是最近都是美国关岛流行的款式，当然这些都是从台湾、日本运过来，这是小耳尖，小耳尖略有不同，男装门槛比较低一点。看另外一个房间，OK， 这房间的橱柜大概就抢了一半，另外一半给另外一个房间用。这个内容里面，这个橱柜的样式，虽然是台湾常见的系统柜，但是在关岛已经是比较少数难得的。Hello， OK，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啊，同样再强调一次，买房的时候并不含那个床具。我们来先看整个房间。看一下橱柜的里面，这系统橱柜跟隔壁房间一模一样。我们现在从这个第三个房间走出来看整个，这边是主卧整个客厅，好，我们结束。